Just don't see us.
哇，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这个盛会，跟大家见面。今天下很大的雨，但是有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辛苦大家了。我在 5月25号的时候呢，发行了最新的音乐作品，大家有听吗？喜欢吗？谢谢。我有看到很多朋友对这张专辑的支持，大家的热情，大家的支持我都感受到，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我也特意的带了一首歌，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首唱的算是小福利送给 上海，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存在感》。
到了最后一个奖项了。我有点紧张，因为一定是一个很重量级的奖项。我觉得应该是要有非常的多的人气跟影响力的人才能得这个奖。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妮维雅中国总经理 Johnny 张以及 BBH 创始人 Christine 上台颁发亚洲强音盛典最后一个奖项——亚洲最佳人气王。John， 你觉得最佳人气艺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元素呢？那我觉得他应该具有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正能量。那你心中有自己的选择吗？那我们还先是保持一下这个秘密吧。好，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由蘑菇街官方粉丝投票结果选出来的亚洲强音盛典最佳人气奖，它是我们一起来宣布好吗？ Okay. 最佳人气艺人李宇春。欢迎，好，让我们掌声李宇春。去传达正能量给粉丝。好，我们是如何给粉丝传达正能量？我不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请容许我首先来感谢一下亚洲强音盛典，然后呢，也非常感谢今天的主办，还有M Countdown，非常谢谢今天到现场来观看演出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那么谢谢谢谢，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把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希望把我的一些更积极的一些能量也传递给大家，谢谢。好，春春，上海的歌迷朋友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哦。来，三二一，无意间，让我再次恭喜春春获得了最佳人气奖，谢谢，也感谢我们的颁奖老师嘉宾，谢谢你们，谢谢。